各位法师、各位同学，大家阿弥陀佛。我们现在讲的是应顺导师的《摄大声论讲记》啊，那么讲到第230页啊，也就是第二节里面的啊，是名义正是三性。那我们刚才讲了依他起自性啊，接下来呢就是讲遍计所执自性啊。所以在我们的第三行啊，若遍计所执自性，依依他起，实无所有，四意显现。啊，云何成遍计所执？何因缘名遍计所执？啊，那无量形象意识遍计颠倒生相，故名遍计所执。啊，自相实无。唯有遍计所执可得啊，是故说明遍计所执哦。好，那所谓的遍计所执相，就是从遍计所执自性而来的啊，并且呢，它是依在什么？依他起，而且是实无所有，并且是什么？四意显现。啊，四意显现，这个我们是不是就有一点熟悉的感觉啊？啊，我们早上不就讲这个依他起相是为中心，对不对？啊，那么如果我们只有自性的话呢，那么就容易怎样？这个往什么遍计所执相去？那遍计所执相来说的话呢，它其实只是什么四意显现而已啊，其实它是实无所有的。它是为事而无益的啊，为事无益，有没有相呢？有相啊，我们这种相呢是四意的啊，四意显现。我们现在是不是也看到各种相？这个也是我们遍计所执相呢。啊，我们是不是也看到色相、声相？有没有听到声相啊？这个鼻子嗅到什么香相，舌头会舔到味相，对不对？我们的身体是不是也有触相，也有触相？这些相，我们很容易就追到外头去哈，乃至我们第六意识是不是也有法相啊？那这些其实不过只是什么四意显现，为什么？因为它是因缘所生的，之后是不是也会因缘所灭啊？因缘啊，因缘和合而生，因缘离散而灭，它充满了什么无常的特那种特质，所以它是无常相，所以说它虚妄。一旦是虚妄，是不是就无义啊？啊，所以呢，它这个哈、啊，当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我们就说是四，因为一下子我们很难马上去接受这种无义，起码我们先怎样从有义。啊，本来我们一直很容易追在外头，那从有意我们才去追嘛。那要让我们的这种往外的执着降低，是不是就要四意啊？只不过是四意的什么显现，其实它实无所有，它没有任何固定不变的那种特性，没有的。啊，所以它是依在什么依他起上面的。啊，因为是以依他起来做中心嘛。啊，以依他起为中心，然后这个它不过只是怎么样四意的显现哈、啊。那云何成遍计所执啊？也就是那遍计所执的法体，还有呢，它为什么名为遍计所执？啊，那它的遍计所执，就是因为有无量形象意识遍计颠倒生相啊。啊，那个。就像我们讲的哈、啊，这个为事无益，而我们会感觉为事怎样四益，是不是？那是不是也有二啊？有见相跟什么见事跟相事嘛，对不对？有见事相事，是不是就会有种种的形象，而且是无量的形象啊？无量形象，那么是透过我们的意识怎样意识遍计啊？颠倒生相啊，这个透过我们的意识哈、啊，
透过我们的意识呢，尤其是我们的乱世啊，那么在第232页啊，第232页的这个解释里面就可以看到哈，这个因为遍计所值的这个自信来说的话也有两样哈，第一个呢就叫做遍计相故，有没有？在232页的倒数第四行啊，第一个呢就是遍计相故，第二个呢遍所计故啊。那遍计相故呢，就是我们意识一旦升起，就会对所分别的这个四意有无量种种的什么形象啊。也就是说，我们这些也是透过我们的见识啊，其实也是我们的见识所看到的那个相啊。所以那个意识升起，那么我们所分别的会觉得它的那个四意的呈现啊，并且是不是有无量的形象，种种的形象会出现呢？ 那这些无量形象的意识呢，也会去周遍呢，那么去嫉妒所有的一切的境界，所以这个意识它本身是能遍计者，但是我们的意识往往都是在这种无量形象上面的遍计颠倒，为什么会是颠倒？因为我们把无常计常，无我计我，是不是？我们看到的相我们都会觉得是常相，会觉得好像没什么变动啊。其实我们说所有一切相是不是都无常的，所以叫做颠倒相，无常即常，无我即我啊，是非意取意的什么乱世，对不对？非意取意啊，其实它是没有什么意义，但是我们一直认为有意义，一直要想要去追逐，然后我们一直起什么起执着，所以这种执着呢就会让我们的意识变成乱世，因为想要追的东西是不是太多了啊。那这种非意取意不但全出于意识的构想啊，第六意识，因为有前五识啊，门前做买卖嘛，对不对？第六意识是不是在家把账开了哎，不只是第六意识的构想，还有什么无始妄啊，这种虚妄熏习过来的什么这种熏习力，也就是第七意识，是不是又有我们宿世的习性啊？啊，宿世的习性，比方哎，对图像比较敏感的人，他生来是不是对现象对那个图像会比较敏感，他的色彩啦，他的什么他会比较敏感，是因为他宿世累积过来的什么习性。有的人对声音是不是比较敏感啊？哎，啊，这个也有什么宿世熏习的啊的这种这个熏习力。所以在第233页啊，那么也可以看到说，它是意识分别所取的所分别，所以是算是什么乱世颠倒升起的一种所缘相而已啊。那前面也讲到说啊，这个乱相为因，就会升起什么乱体啊，在201页啊曾经也这么说。那么因为这个意识还有第六第七意识，其实它都是能够去遍计所缘啊，也是遍计心所遍计的，所以叫做遍计所执性啊，遍计所执啊，所有一切是不是都透过我们的执着所看到的，所以我们各现各的相，各唱各的调，是不是？我们都有各种不同的什么吸收啊。所以佛陀就讲，佛以一因演说法，众生随类各得解，这是不是也是遍计所执啊？所执出来的这种特性啊。所以这因为我们遍计现象的缘故，遍计相故，所以叫做遍计所执性啊，遍计所执性。第二个呢，还遍所计故啊，因为所现的呢，都是一种肆意显现的乱象啊。那么这些乱象呢，都毫无哈、啊，实在是毫无自体的了。为什么说毫无自体？我们会看，哎，明明都存在着很多的东西，但是这些东西是不是都不过只是原生出来的
终究是不是也是会圆灭，没有任何的一个啊，没有找不到那个固定不变的一种基准点或者一种元素，其实是找不到的啊，所以是毫无自体可言啊。但是呢，他还是这么样遍计的这种分别分啊，虚妄分别心的所执而已啊。啊，所以我们都是透过我们的分别虚妄分别心啊，虚妄分别心所执着出来的这些现象啊，所以呢，唯有遍计的乱象是他的自性。所以呢，这种离却名言事就不复存在，也就是我们就会离不了名言事。而我们说，哎，在名言，我们熏习了很多名言种子，并不是要我们去执着这些名言种子，反而还要去放下名言种子，是不是？尤其我们说，哎，我们在超凡入圣的那个关键点上是那个涅槃的现前，涅槃现前的状态是不是要觉诸细论呢？反而是，就是说我们不是要去执着这些名言的呢，啊、哦，所以才能够怎样，能够离却名言，而这种遍计所执呢，就是无法去啊、哦、这个离却名言，所以它会是分别事所现的，所以叫做遍计性，啊、哦，所以在这种遍计性来说的话，遍计所执性来说的话呢，那么是实无为计的。啊，是这个无有实性啊，啊，只不过我们自己怎样算计出来的，嫉妒出来的，啊，那总之遍计本是妄事的能源作用，啊，那么也就是说它是能生遍计的意识，所以就称为什么遍计执性，都是从遍计的分别心来。分别心，所以我们就一直透过分别心啊，透过分别心而看到了所有一切现象。所以我们所同样在这样的一个教室里头，我们所感受到的现象是不是也不一样啊？所听到的法啊，听到的佛法是不是也都各有不同啊？啊，所以这个也跟我们的学习的习惯是不是也有关系？这一世的乃至还有数世的啊，这种因缘福报智慧思量都不一样嘛，啊。好，那圆成实啊，这个以上是属于什么遍计所执相啊，遍计所执性啊，它有两个啊，两个，一个就是遍计相故，一个是什么遍所计故啊，一个是执着在现象，还有一个呢就不断的在嫉妒啊，不断的在算计着啊。好，那第三个呢就叫做圆成实自性啊，圆成实自性。那圆成实自性呢，在我们的第230页的倒数第三行哈，是遍计所执永无有相啊，它的关键会是在怎样遍计所执的这些现象完全怎样这个放下啊，从有意到四意到无意的现前，对不对？就是圆成实相了啊，所以云何成圆成实？何因缘故名圆成实啊？它的这个体法体是什么？它是什么样的因缘有这样子的名称？它也一样有两个状况哈、啊，是由无变异性故名圆成实。第二个呢，由清净所缘性故。啊，所以也名为圆成实啊，乃至呢它还有第三个特性，就是一切善法最胜性故啊，由啊这个由最胜亦名圆成实啊。那这个部分呢，我们来看第233页的最后这一段啊，因为圆成实是不是也有两个了哈，一个就是无变异性啊，无变异性。第二个呢，胜意故，胜意里头有所谓的清净跟最胜性啊。刚才把它看成三个是这样，就是说第二个是胜意里头有两个特质，就是什么清净啊，而且是一切善法的最胜性。
那么缘成实啊，所谓的缘成实性而形成了所谓的缘成实相，它的相就是什么？就是真理现象的现前嘛。啊，真理现象的现前。啊，所以呢，第一个呢，就是它是无变异性，真理现象啊，真理现象有它的特，它的那种特性就是无变异性啊，也就是说它充满了这种真实性。它是诸法的真实性，但是不是固定不变性了啊，也就是遍计所执性呢，那么达于无异啊，啊，无异而这个无所有显的那种法性。所以我们讲说那个真理现象的现前一定是依循着真理法则，而真理法则讲到因缘法的时候，是不是都讲在法性上面呢？啊，其实也都讲在法性。那一讲在法性上头，是不是都用否定式的符号啊？啊，因为性空而相有嘛，性空对不对？啊，那所以这个还是法性所显，啊，是法性所显的。因为它是空性所显，所以呢，它会是一种无有变异，真理有真理的现象上面的特质。那这种无有变异，就是它呈现出所谓的平等平等相啊，叫做无有变异。我们因为不平等，不平等是不是就不断的在变异啊，在现象上哈，所以它这是诸法的真实性，真实性啊，所以呢。它的第一个就是它无有啊无变异性故名缘成实。第二个哈、啊，那么就算它是期望的这种乱象显现，它也还是如此，也就是它是离却了妄相而显出什么真哈、啊、真相来，诸法的实相，诸法的这种真相嘛。所以它这种不变异 的特性是圆满的，是成就的，是真实的，叫做圆成实啊。所以这个叫做无变异性。第二个呢，圣意故，圣意啊，所以我们都要透过圣意而解，是不是就叫圣解啊？啊，也叫做真实意，或者叫做了意啊。啊，所以这个圣意呢，那么它有清净啊，清净圣智的所缘性啊。啊，因为它必须是这个清净的。啊，为什么能够清净呢？因为平等才清净。我们为什么不清净？有杂染，因为我们自私。自私是不是才有杂染？一旦自私，是不是看到的就是不平等的现象啊？哎，所以呢，是透过平等而极净，透过平等而清净。啊，所以我们说，哎，我们凡夫跟佛陀跟我们凡夫的落差是不是非常大？就大在于什么？平等不平等的问题，到究竟的平等才可能进虚空界啊，究竟的平等才能够是清净无染的因缘，才能进虚空界。我们若是杂染的因缘，是不是都有限有量啊？对不对啊？越是杂染的心，我们的范围所想的所考虑的范围是不是就越小啊？越是清净的心呢，就能够想的是更大的范围啊，更大的范围。好、啊，所以呢，所谓的圆成实，它必然是清净而不颠倒的啊，是平等平等。我们又不平等而起颠倒嘛啊，而杂染啊，并且这个圣意呢，也是一切善法的最圣性啊，是这种尽虚空界的善。尽虚空界的善，所以这也叫做圣意善。所以我们说，诶，菩萨道的过程是不是就是把那份善不断的去啊做量的扩展，对不对啊？做量的扩展，所以也称为什么圣意善，圣意善啊。所以这个也是从佛法里头体会到啊，这个其实也曾经讲过嘛哈。在这个过程当中，所以我们现在很大的目标是不是都在这个地方？这个也是圆成实相的什么首次的现前啊，在这个以下呢，
善很不容易，恶确实不少啊，并且呢也有大也有小，但是再上去有大有小，却没有恶，只有善。再上去呢，只有善而没有小，然后呢尽虚空界，尽虚空界的最胜的善啊，之所以有小，是不是因为我们的第七意识没有处理完的话，只要有点自私，是不是我们就很容易落入我们自己的考虑，就没有办法完全的奉献啊？所以我们说到七地圆满以上的菩萨，他是不是就随处祈求随处现啊？那么他所行的真的就是大善，叫做一切善法的最胜行啊，到成佛更是尽虚空界的啊，叫做胜意善。所以这个都是透过胜意地而慢慢慢慢的往上提升的啊。所以我们的生命品质的提升，是不是这个才是最究竟的？嗯，其实也才是最究竟的啊。所以这个才名为什么圆成实性啊。好，那这是第234页最后这一段，最后这两行其实很重要的，三性的名义，这个最简要的来说，何谓依他起性，就是障因脱缘而有，有没有？是不是障因脱缘啊？障着种子的生因，生出生那个因，对不对？但是要脱什么？助缘，也必须拖着助缘，他是不是才有机会安住一段呢？依他起，名依他起。那什么叫做遍计值呢？就是为事所缘，依事而现，叫做遍计值。为事所缘，我们的是那个缘在什么种种的现象上呢？我们的六识是不是一直在缘外境啊？那六识不是只有第六识，其实它是不是还是从第八、第七这样子上来的啊？所以呢是依识而现，所以叫做遍计值，是不是也会透过那个执着的特质啊？所以叫做为识所缘，依识而现，叫做遍计值。而圆成实就是法性所显，是不是要透过否定式的符号才到得了？那个唯识说这个叫做性境，有没有？法性所显的境界，圆成实是不是叫性境啊？我们有独影境，还有什么待直境，然后就是性境，性境就是圆成实，圆成实相。那这三性的名义可以从这样子等于最浓缩到 如此障因脱缘，名什么依他起为事所缘因为所缘的都是在相上头嘛，所缘相，并且它是什么依事而现出来，是不是从最里面的种子经过杂染再出来，所以我们都是有所执的，遍计所执嘛，遍计执，法性所显，就叫做圆成实。这是不是最简单的扼要的？好，那第二项分别来变遍计执性之外呢，也有变等于说这个遍计执性分别来变遍计执性。何谓遍计执性那么有所谓的能遍计跟所遍计，还有呢就是遍计所执的自性乃成啊。不管能遍计或者所遍计最大的问题出现在自性，我们所执自性啊。
好，那这当中此中何者能骗计，何者所骗计，何者骗计所执自性。这个有点像那个比方布施是不是三轮，哎，三轮体空，对不对？它这是三轮的哦，啊，有能所跟中间的自性妄执，其实就是所谓自性妄执哈。好，那么在我们的第235页啊，第一个呢，何谓能骗计？是什么在能骗计？能本身哈，那么像意识啊，意识就是由意识来骗计的了。由意识来骗计，那这个意识可以说是意即意识，也就是第六第七二识名为意识。第七叫做意嘛，第六叫做识，合起来又叫做意识、啊、这也是一种巧妙的解说、啊、但是呢，如果以本论来说的话，能骗计的意识比较指在哪里？第六意识啊，因为第六意识它是有分别识，有分别识，那也因为它有分别识，所以呢，它会用自名言熏习为种子，跟用一切事名言种子为熏习为种子，它等于有两种啊。因为在我们的第234页的那个本文有没有？当知意识是能骗计，有没有啊？那当然第六第七都可以说，但是重点在第六第七的那个分别力，往外的分别的力量是不是比较弱？第七呢，它是思量，它的特质是思量，对不对？它思量着这个第八嘛。第六的话，它是不是一直在分别外境啊？哦、所以第六的能力比较强，所以呢往往还是比较放在第六意识、哦、第六意识的那个分别的力量是很强的、哦、那为什么会这么说呢、哦、因为此意识呢用了什么自名言熏习为种子，还有用一切事名言熏习为种子，那这两者来说的话呢，那么就是、哦、这个所谓的见识跟相识的意思，自己自、啊、是能取的见识，而一切事呢、啊、是所取的相识，然后名言熏习为种子，在我们的第235页、啊、这也可以看到说，这能分别熏习它能分别的这种见识种子有没有？这个叫做自自名言熏习种子，一切是名言熏习种子，就是在我们第六意识缘啊眼等见识及色声等相识的时候，那所熏习出来意识的什么相识种子啊，也表示说我们的意识本身是不是有见识的能力，也有什么相识的能力啊？那事故呢？意识就会无边形象分别而转嘛，对不对？啊，我们说唯识无异，有没有？二种种，二是什么？就是见识跟相识，索取跟啊能取跟索取，叫做二。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啊，对不对？唯识无异，然后呢，二种种啊，所以这里就是不是就可以看到有二啊，见识相识嘛。啊，事故意识呢就会无边形象分别而转，就会种种的形象而转啊，并且普于一切分别嫉妒啊，故名骗计，故名骗计啊。好、啊，所以它是透过一切啊，是无所不骗计的哦。啊，只要我们能力所及啊，我们想东想西，看东看西，听东听西，是不是？哇，会觉得那当然这个跟我们心胸度量也有关系，杂染越严重其实它的范围是小的啊、哦。这个比较开阔的人，他是不是想的会那个比较以大局为着想
啊，但总是呢，往往都会在一切分别啊，对一切分别去嫉妒的，所以叫做什么片嫉啊。那么在第236页的附论啊，这里的附论呢，其实讲的就是说，可能不只是第六意识的片嫉啊，还包括第七意识的片嫉，乃至还包括了前五识的跟第八识，八识全部都能片嫉耶啊。那我想这个我们就不花太多时间了啊，那个大家就细细的去看。不过啊，这个重点还是在第六意识，就算八识都能片嫉的最大的能力，是不是还是在第六意识啊？因为第六意识哈，它是分别了别能变嘛，啊，第六可以再加前五也都还好，是因为它就是属于什么了别能变，它是不是就是属于了别能变呢？啊，所以它能片嫉啊，能片嫉。好，那第二个呢叫做所片嫉哈，在第238页，依他起自性名所片嫉。啊，这个就点出所片嫉的是什么呢？所片嫉的呢就是所缘，也都是从种子升起的依他起，所以呢立依他为所片嫉。能片嫉是属于意识啊，以第六意识为主了哈，以第六意识为主，但是所片嫉哈竟然是叫做依他起耶。啊，这个我们有点不习惯哈，不过我们再继续看就会知道哈，为什么说这个叫做所片嫉，是因为它都是从种子升起的，其实它也是都从种子升起，所以呢，我们透过依他起，我们是不是才能够去，才就是说我们所片嫉的其实就是这些种子生出来的什么现象啊？是不是因缘所成啊？我们片嫉是不是片嫉在相上啊？哎，片嫉所执相啊，啊，是不是也是透过因缘种子而出来的？啊，所以呢，这个就会透过依他起为所片嫉，立依他起为所片嫉。啊，第三个呢，就是片嫉所执性。这个片嫉所执性呢，主要就是会有所谓的片嫉所执自性，啊，也就是哈，在第三有没有哈？这个解释说，这个若有此相啊，如此哈的这种意义来说的话哈，我们翻回来第235页的那个本文好了。第二个，又依他起自性，有没有名所片嫉？所片嫉是不是就是依他起自性啊？其实就是所谓的依他起啊，依他起所生出来的这些种子啊。那主要因为还有自性的这种妄执的缘故哦。啊，然后呢，下面哈。又说，又若有此相，令依他起自性成所片嫉，此中是名片嫉所执自性啊。有此相者，是如此意啊。啊，那么也就是说，其实片嫉所执自性，片嫉所执自性哈，会有一个自性的问题哈。因为我们刚才不是讲有能片嫉，有所片嫉，中间是不是就是有个自性的问题啊？哎。好，所以呢，这个解释里面哈，第238页第三的部分第二行说，如果我们是很周遍的去嫉妒啊，并且用种种的形象啊去片嫉依他起啊，透过依他起来所片嫉啊，所以我们是去怎样去片嫉依他起，令依他起自性成为片嫉的什么所片嫉哈，那么这个会成为所片嫉的依他，因为依他起是不是就是所片嫉啊，并且名为片嫉所执自性啊，
也就是说这些能遍计跟所遍计呢，其实都是依他起。所以我们前面不是讲这三项的中心是什么？是依他起，依他起。那么也因为依他起，我们有自信上面的这种执着，所以呢我们就会偏向什么？遍计所执啊，所以会有所谓的这个遍计所执的自信啊。那么在倒数第二行哈，依他起为性的这种所遍计是在乱世升起的啊，所以呢会从熏习力自然会现起一些相事，而且这相事会成为所谓的乱世。也因为是乱世，所以我们就不容易去理解到说这个不过只是肆意的显起啊的这个显现嘛啊。那么非经过文思修，有没有？是不是一定要经过文思修才能够理解？其实它是非意肆意啊，非意是什么？无意的意思嘛，对不对？但是我们认为它怎样还是肆意的，就是说看起来好像还是有点意义的，有一些还是我们想要的，想要去追逐的。好，也就是我们不能去认识，无法去认识所谓的这个为事无益了。一旦是认识了为事无益，是不是就跑到哪里去了？缘成实。好，缘成实性嘛。好，所以他呢也是透过名言熏习所生出来的什么为事为性。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总之了哈。所谓的总之就也等于是一个节，一个小节哈。说从种所生啊，因为依他起是不是也是从那个阿赖耶识的那个种子所生起来啊？为事为性的这方面来讲的话，那么他这个是依，这是依他起性的所遍计啊。依他起其实是所遍计，能遍计是什么？意识。我们的意识本身是能遍计，我们透过依他起来所遍计啊，在能所的交涉上面的认识会为原生啊的这种乱象上面的执着，那么就会升起所谓的遍计所执性。遍计所执性包括了所谓的自性妄执，所以呢遍计所执性啊是所遍计的认识化。我们平常比较不容易去感受到所遍计，但是呢当我们所遍计是依他起嘛，当我们依他起了什么自性妄执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就可以去体会到这个肆意的显现啊。好，那么所以呢说如此心生如此意现，在我们众生的有漏心中啊，所遍计跟遍计执性是一世的两面，不是不能分离。这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所遍计的是依他起，而到所谓的遍计执性的出现，是因为我们有自性妄执的缘故呢。也因为有自性妄执，所以我们就会看到肆意的显现，肆意的显现啊，所以这两者来讲的话是无法分离。但是如果到了地上的菩萨，什么叫地上菩萨？就是登地啊，圣者以上的菩萨，因为他有厚德智的升起啊，有厚德智的升起。我们本来是怎样？生德智之后加行智，然后到根本无分别智，是不是这样啊？就看我们从哪个地方开始的，我们每一个人的那个开始不大一样的，可能有的在下面，有的在上面。我们是不是有生德智啊？与生俱来的这辈子的智慧跟我们的宿世有没有关系？有关系。所以我们还要再有加行智，是不是要有加行智啊才上得去？这里就叫根本无分别智，然后过了根本无分别智后叫做厚德智。所以地上菩萨他是不是用厚德智啊？什么叫厚德智？就是正德
涅槃以后的智慧，实证后的智慧哦。啊，所以在我们的第239页哈，解释里面的倒数第五行有没有，后得智升起，这所遍计的四意显现才能够去透视它为是非意，有没有，它是不是证实了无意？什么时候证实无意啊？涅槃，能够涅槃就是那个所现出来的那个相已经是无意的，因为它已经呈现什么平等平等的相。而我们觉得四意或有意是因为我们有分别的相，欸，为什么？因为我们有，我们遍计所执性，我们遍计了什么自性的关系，所以就会有我们不同的什么那个现象，叫做遍计所执性，跟所遍计不大一样哦。但是我们的遍计所执性是不是就立在我们的那个依他起上头啊，所遍计上面哈，那也就是说后得智升起是不是就是无意的那个展现啊，正得无意了。我们从有意到四意，好，我们在这个超凡入圣以下是不是都是四意啊，越是下面越有意，也因为越有意就越往下堕，因为包袱太大了，哎，重量太重了就往下嘛。哦，要能够四意是不是才有机会往上啊，到什么时候无意？涅槃。无意就是非意，透视它是唯是非意，有没有，才叫称为了达意，了达依他起，才证实，才把那个遍计所执性跟所遍执的这个依他起呢稍微分离了。因为圆成时是不是现前了，对不对？圆成时现前的时候是不是就是无意啊？无意是把遍计所执相已经怎样放下了，因为我们在遍计所执相的当下是不平等的，要能够平等平等相的现前，是不是就是要这个部分没了，遍计所执性没了，但是这个过程也只是能了达而已哦。过程当中为什么能了达？因为验证了真理现象的存在。但是这种真理现象的存在，这个越是下面是不是越不稳固啊？还要能够怎样因妄习而渐灭渐除，所得的这个四意相要渐渐的淡化，一直要到五地。五地，五地是大小的关口，大圣小圣的关口，初地是凡圣的关口，是不是？超凡入圣，初地，凡圣关，五地是大小关，叫做极难圣地啊，极难圣地。那么也就是说，这个唯识的依他相跟无意的真实相有并观的可能性。无意是不是才是真实相啊？刚开始无意小小的，四意比较大，我们下面是怎样？这里我们都几乎是四意，能够这个以上的努力，我们是不是觉得哦，这个外相叫做什么？四意。这个以下应该都是有意的，这个时候终于无意现前了，这时候真的无意才现前。但是四意是不是还是会产生啊？一直要到五地，一直要到五地呢才终于平衡，无意跟四意平衡了，也就是真俗无碍，两边都很平等。其实是这个无意就是真嘛，真理的现象。四意是什么？是我们现在的俗相啊。五地哈，是因为它平衡之后，这边会越来越多，往上就越来越舒服了啦。乃至到这边随处祈求随处现，是不是？
其实是在这越下面越辛苦越麻烦，所以要过得了下面的关，是不是才上得了上面呢？好，所以这些也都是，好，所谓几地几地呢，都是真理的验证啊的那个量，抵得过抵不过，啊，那这些说实在，也就是啊这种依他起相，其实也就是俗相，圆成实相，是不是就是真相啊？真理的现象嘛，它有并观的可能，有没有？五帝他才终于并观，本来是怎样呢？四意比较大，无意是不是一点点啊？那个涅槃的力量抵不过世俗现象的，所以就在五帝以下很容易退转呢，还会退到哪里？退到小圣。他不会变凡夫，因为已经验证了嘛，一定是圣者以上，但是这个还会从大圣退回小圣，五帝以下，初帝到五帝都是一个这个大小就是说其实只要有一点涅槃，自私一点就想要证入涅槃了，就不想在世俗。为什么要想在世俗？是因为有菩萨心啊，不忍众生还在生死流里头受苦啊。不然的话自私点，是不是他证入涅槃很容易的那要到五帝的时候他才算平衡，叫做极难生地然后再慢慢上去就越来越好，所以到七帝的时候我们就说他可以不退转，七帝圆满是不是就不退转？为什么不退转？因为第七意识的杂染没有了。我们的退转是因为自私才会退转想到自己我们就很容易退转，尤其在行菩萨道上所以呢这个所骗计跟骗计执性来说的话呢，那么不要太机械的来分裂，就是说所以骗计执性就是什么？就是俗相的现前啊，俗相的现前因为有自信妄执，是不是才会有世俗的这些现象的一种干扰？那所骗计呢？因为它这个等于是所骗计，其实也是让我们倾向于什么圆成实啊，圆成实到尽虚空界都是圆成实，都是真理所以要能够通达依他起，能知道。能知者呢，既不能既不是能骗计啊，也不会成为所骗计啊。就是所谓的依他起因为能骗计的关等于他是所骗计嘛，他是所骗计，而我们的能骗计在哪里？我们的意识当中，所以呢，他才不会成为既然他不会是能骗计的话，他也不会成为所骗计，那个依他起就慢慢的退了。那个圆成实是不是就越来越多？所以这个地方是有一点困难呢、也就是说所骗计骗计所执性是所骗计的认识化，这句话很有意思，在第239页第六行有没有？骗计所执性，其实他因为我们所执在什么自信妄执，就看我们自信妄执的程度到什么程度，我们就认识到什么程度。自信妄执越严重，是不是就越往下？越不严重，就越往上。所认识的世界是不一样的，这样理解吗？我们越放下自信妄执，是不是才越往上提升？所看到的世界是不一样的。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个所骗计也就是什么依他起，所以我们说是要依着因缘法，是不是就是要透过因缘法来骗计所有一切啊？因为它是被动的吧，我们能的部分是我们的意识啊。我们的想象，我们的那种那个见识与相识在我们的意识当中，那么
要去改善这个部分，就要透过什么依他起。但是依他起的过程当中，是不是还有这个遍计所执性啊？有自信妄执的问题，会让我们啊，到底往上往下，其实是遍计所执性的问题啊。这样理解吗？所以波瑞是不是就专门在对治自信妄执？所以有时候他这个自信啊，在唯识里头也会出现，有时候他的自信的那个解释也会有一小部分会又回到那个波瑞正确的认识了。但是一般呢不是很正确的认识，都以为性空是什么都没有叫做空而误解。好，所以那个解生命经就讲嘛，五事具足是不是直接缘起性空就可以入啊？就偏偏有太多的人是五事不具足，所以不得不用什么唯识的相。哎，就因为那个哈，这个难免还是执着在相，难免那个对自信妄执是不容易放下的。所以这个是不是也是在处理自信妄执？哎，遍计所执性的这个性其实是自信妄执来的。哦，所以这反而啊，在后面这里哦，看到五帝啦这些，我们才会了解，其实也都是自信妄执的问题耶。哦，在那个五帝的啊，正好两者平衡。啊，到七帝的话呢，那个真理的现象更多了，世俗的现象已经不多了，所以他随时根本就在那个涅槃的境界。所以我们说，哎，菩萨他生生世世呢，他能够长于这种生死之流，是因为他生死即涅槃，有没有？他虽然在生死当中，但是他也犹如在涅槃的境界里面呢。是因为怎样？哦，尤其到五帝以上，要去感受到那个涅槃，对菩萨来讲已经不是难事，所以他就比较不会退转。哦，所以我们说这个证得涅槃的圣者，他是位上的不退转，他不会退回凡夫。啊，到七地以上呢，是行的不退转，对不对？啊，他不会再退回小圣。但是我们首先就是要信仰上的不退转，信的不退转，位的不退转，到什么行的不退转。啊，那都在于那个执着的程度问题。好，那我们这堂课先讲到这个地方，阿弥陀佛。